这个步骤哦，分别完成。啊，我刚才分享一下了哈、哦。如果说我一般工作是这样，如果这是每天经常性的工作，那我就会把它写成一个程式，然后呢，旁边就一个按钮嘛。那个按钮的话，就是按下它，它会把刚刚做的、刚刚讲的那些事情全部做完。包括哪一些呢？包括就是说呢，我这边跨栏之中全部要把它变成，就是没有跨栏之中，而且底下会重复，就是把上面的名称重复，啊，再来自动插入我的那个产品名称，啊，跟区域名称，啊，最后帮我把资料全部查出来，啊，所以这边按钮我按下，这边给各位看一下，你会发现瞬间有没有，这边全部都做完了，有没有可以看得出来差异吧？不过因为太快了，哦。就全部做完了哈、哦。那实际上啊，当然，现在实际上我们在处理工作的时候，都会用程式的方式解决。主要原因各位可以看到差异，啊，如果你不会，那你就是 step by step 慢慢弄吧，哦啊，当然，如果你会写程式，你就一下就解决了。甚至你可以怎么样，把后面的包含就是枢纽分析表、画表格跟画图也全部都自动化。意思就是说哈、哦，你这个按钮的威力可以更强大。从头到尾全部都完成了，那这样的话呢，可以省掉非常多的时间的哈。不过在讲这个，如果因为我们今天的重点不是在后面程式啦，只是说我这程式写好，我也分享给各位，在刚刚那个云端的位置上面已经有写好的程式。如果你有兴趣，程度比较好的同学可以自己去稍微看一下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哈，就是来看一下，就是。刚刚讲的这个范例档里面，假如说我今天呢要把刚刚那个问题解决，就是做出来的结果大概就是各位可以看到的，你如果要正规化，第一个你不能跨栏之中，而且你要把什么呢，假设它原来是一个名称，你要把它复制到下面去哈、哦、啊，另外要产生这个啊，就是把编号查出来，并且把区域名称的那个名称也查出来，那这大概这几个动作哦，那怎么做了？当然，第一个我们切到那个我们这个范例档。那第一步了哈、哦，如果你要把跨栏之中取消的话，那你第一个、啊、你可以先按下那个上面的跨栏之中，把跨栏之中取消掉。但是第二个会遇到的问题说，底下这有两个储存格是空白的，那怎么办呢？你当然不是复制贴了，最快的方法是吧？向下填满。不过你向下填满，你会发现的话，它太多事了，自动怎么样帮你加一？所以如果你不要自动加一的话，记得、哦、多按一个 Ctrl 键 ，Ctrl 键按住有没有？它就不帮你加一了。OK， 所以特别注意哈、哦，如果你要把底下填满的话，那当然哈、哦，记得 Ctrl 键按住再向下拉一下，它就自动帮你把那个跨栏之中产生的空白储存格呢，也自动怎么样？自动帮你把它填满。那用同样的方式哈、哦，你就是。自动的把它做完，啊，不过哦，你会发现哦，像这种事情呢、哦，我们这个目前的笔数只有20笔还好，可是如果说哈、哦，现在的笔数哦有2000笔、20000笔，你可能就想悲剧，有没有？每天都要光这些动作的话，你就头就是晕了。所以为什么要写程式？如果你写程式啊，一按全部都搞定了，这感觉真的是非常好。OK， 不过前提是你要会写程式啦，所以写程式就是要付出一点代价，就是你要了解那个跟 Excel 沟通的那个语言啦、啊，哦，就跟你出国一样啊，比如你喜欢去日本好了，你不会讲日语的话，你就是有些地方哦，你想要跟那个对方沟通就是有障碍，哦啊，一样的道理啊，如果说你要跟Excel 沟通的很好的话，那你还是要把那个 VBA 学好，因为你要跟。也是有听得懂那个哦 VBA 这个语言啊、哦，所以啊如果不会的话哦，你就是什么乖乖的了哈、哦，把这个跨栏之中按 Ctrl 键哦，把它这样子一个一个的把它向下填满啊、哦，不过还好啦，因为目前资料是很少哦，不会有太多。那最后的话呢，为了统一啦，干脆把这些全部怎么样选取之后呢，把它自重一下，这样的话看起来就比较清爽一点点。所以第一步的话呢，我们就是把这个范围里面呢，做那个就刚刚讲的哈、哦，把它做跨栏之中取消的动作。那第一步就完成哈、哦。第二步的话呢，我们要需要做什么呢？第二步就是，请你在这个区域编号哈、哦、跟产品编号这边做什么呢？再把编号转换成它的名称。那怎么转换成名称呢？第一步、哦、我在
四栏第一栏的地方哈、哦，选取它按右键把它插入一个空白栏。那名称的话呢，也许就是区域名称或者叫区域好了，把这个上面的名称复制贴过来好了，哦，它要区域。然后呢，在第三栏的地方呢，一样插入一栏。那这个栏的话呢，叫产品名称，哦，我把这个产品名称带过来。OK， 那接下来的话呢，应该各位看得懂这边吧？应该就是如果我今天要把名称把编号变成名称的话，那我们可以用查询的方式。那查的话呢，各位可以在这个右边的部分哈、哦，可以看到有个对照表，这个就一个对照表。比如说它 T001 就是这个所谓的那个大哥大手机啊、哦，假设这个名称。T02 的话呢就有线电话啊、哦、，T03 的话就无线电话。那当然你现在不是用复制贴上了，一样的啊，你要用查询的。那如果你要查询的话呢，应该都会吧 ，VLOOK 函数应该会吧哈、哦、，VLOOK 函数的话你可以怎么样？可以在这边插入一个，比如说我今天要查 T01 是什么，你插入函数，那在检视与参照里面的最后面一个，或者你直接在全部里面找 V 开头的也可以了啊 ，V 乱啊，这个函数其实相当的重要，我想大部分同学应该对这个函数不陌生，那只是说按确定之后的话哈，我们接下来要给它四个相关的答案，它会问四个问题，第一个 lookup value 你要查什么啊？我要查 T01。那你要去哪边查？所以第二个他问你 table array， table 就是你的那个资料表的 array 是就是你的阵列，那那个表在哪个位置意思哦？所以呢我们就刚刚说哦，我的范围在这里，这个范围，不过呢这个范围哦，我是比较建议啦，当然你可以用选的，比如说你这边的话呢可以把这个范围选起来给他，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啦，不过另外还有个更好的方法，我是建议哦，以后如果像这种范围哦，一律我的习惯啊，我会先建一个名称，用名称来代替范围。那主要原因是因为哦，那个名称比较可理解，否则的话以后哦，那个一堆你会发现你公式里面就一堆这些哪一个到哪一个，那你如果要了解那个范围是在哪里或什么意义的话，那你还要再去查那个范围里面的讯息。所以我是建议哦，刚刚那个范围哦，请你先做一件事，就是先把什么呢，把这个范围，因为待会我们是指这个范围，那请各位把这个范围变成一个有意义的名称，比如这个范围我叫产品好了啊，比如说我就要拿这上面的名称产品，那第一步哦，先把这边选起来，那怎么样把它定义名称最简单哦，请你在这个范围选好之后的话，再移到它的左上角有一个哦，有一个那个一个格子哈、哦，这个格子里面呢，请你把它输入那个产品两个字，最后记得按 Enter。好，特别注意哦，现在呢这个范围它的名称哎就叫做产品了，好、哦，特别注意哦，这个以后的话你就可以用产品这两个字来代替这个范围了，好、哦，所以哦特别我是蛮强烈建议啦，以后你有很多范围哦，你先把它变成名称。这样子感觉做起来会比较能够理解，而且将来你把档案给别人的时候，别人也比较看得懂、哦、不然的话我发现哇有很多人的 VLOOK 一堆，那这个范围到底是什么意思，我还要自己去那边 check 一下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，我才能够理解它到底是什么意思、哦、那第二个一样，这个范围把它改成叫区域，所以我先把区域两个字先复制一下、哦、然后呢我就把这个范围选起来，再到它的左上角、哦、把它贴上、哦、然后呢记得哦，贴上之后记得不要忘了 Enter， OK， 那这样的话呢我就产生两个名称了，这个名称叫做产品，这个名称叫做区域，那以后如果我要存取它的话只要输入产品就可以了， OK， 所以、哦、刚刚的方法这一次插入函数的话一样用什么检视与参照里面的 VLOOK 函数，然后呢查什么 ？VLOOK 函数哈、哦，第一个它反正就问四个问题了。函数我们之前哈、哦、前一阶段课有讲到哈、哦，前面就是问问题，问你，只是说因为这是美国人设计的，他前面不可能把你改成中文。不过我觉得也不是不可能，只是说他不想这样做了。前面的名称为什么不把它改成中文算了？啊，不过如果他没改之前，你要理解，你要用美国人的思维去看那个名称哦。好，以后如果你看得懂前面的东西，你以后使用函数就都不会有障碍了。
啊，所以我发现啊，大家最大的障碍都是看不懂前面在写什么，哦，啊，不过呢，我是觉得啊，你慢慢如果要学会这一套东西，Excel 的话，你就要慢慢哦，学会用美国人的那个思维去看前面的东西，你就比较看得懂了，哦，真的，这所有东西都看懂，像 VBA 也是一样，你千万不要用那个你自己中文的想法去看那个里面的东西，你就会觉得哇，怎么处处都有问题，啊，一定的，因为是美国人设计的嘛。对不对？他也不会考虑到你中文的环境需求嘛，对啊，所以这个地方哦，它要点在这里哈，因为其实我发现大部分同学问的问题，都是看不懂前面而产生的问题啦，哦，所以很多东西哦，你如果跨过去之后，哎，问题就简单的，哦，所以第一个问题是你要查什么？哦，我要查这个嘛，T01嘛，哈，第二个问题是 table 你的那个对照表在哪里？OK，那就是刚刚的东西。所以你这边可以输入什么？输入刚刚那个名称叫产品两个字。但是如果说你懒得输入的话，懒得输入产品两个字，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懒人法，请你记得 F3。这个 F3 意思是说如果你懒得打那个清单名称的话，那你可以怎么样？按一个 F3，你可以用点两下的方法，它会自动帮你把刚刚定义过的名称跳出来让你用选的。哦，不过你可能要注意一下，就是记一下 F3 的哦，因为有些同学可能那个 F3 忘了，那没关系，你自己打产品两个字也是 OK 的哦。不过我建议啦，就最好是记 F3，因为如果清单里面有的，你点两下，那保证不会错。可是如果清单里面没有的，你硬打上去的话，也会产生错误。那第三个问题是说，那请问一下，你要帮你把查到结果的哪一栏带回来啊？特别注意哦，它查的话一定是查 Vira 是有个特性哦，它一定是查对照表里面的第一栏。如果你要带第几栏的话呢，你就是输入那一栏。比如说这边我要把第二栏的东西带过来，在这边输入二。那比对方式如果一模一样的话，T01的话，那就输入零。输入零是完全一模一样，完全一模一样哦。那如果说你将来假如说 T04 的话。T04 没有的话，它会出现仅 NA 哦，Not Available。但是如果你输入一的话，像这个最后这个，这边先输入二好了，然后呢，Lookup Range 它是意思说你要找是要完全一样的话，那你就输入零。但如果说以后有 T04 找不到，它会自动帮你带 T03 的旁边的资料过来，那就输入一。这个一是指找接近的，所以零是。要完全符合，一的话呢是找最接近的，哦，大概概念是这样的哦。那其实呢，这边当然有些书里面可能会教你用写一个 false 啦，其实零在 Excel 里面就是 false 啦，一的话就 true 啦。OK，所以你要打，有的人喜欢打 false，没关系，你打 false，只是我的习惯是记最短的就好了嘛。为什么要记零就是 false，一就是 true 哦。哦，所以以后不管写程式也是一样的哦，零就是 false，一就是 true。好了之后的话，按一个确定，那你会发现呢，你再把它向下填满，全部查完，宽度把它点两下，让它自动调整一下。OK，我们就查完了第一个。这个应该没有比较简单一点，这个比较跟函数有点关系，我们只是把它做正规化。所以第二个一样哦，插入函数，一样。最近使用过的函数，我用 Vira 函数哦，那一样查什么？查 A01 去哪边查？F3，然后呢去区域里面查查看，那查一定是查第二栏。那比对方式呢？我要一模一样的东西，所以输入个零，按一个确定。好，那这样的话向下填满。那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就做出第一步，就是资料的正规化了哦。那这部分的话呢，请各位先试一下。OK 哈，那这样做完之后呢，才有办法把那个就是枢纽分析表把它做出来。所以第一步先做那个资料的正规化，里面总共就是包含的有三个栏位哈，就是区域编号先让它扣篮之中取消啊，再用插入一个产品名称的空白栏啊，并且用 Vira 函数做查询，那配合定义名称。哦，那区域的部分的话，也是一样，请各位呢先试着把那个资料正规化先做完哈。那待会我们再来看，就是做完的
这个资料的正规化之后，那下一步呢，我们就是把这一个 raw data 好、哦、一个 data 好、哦、也其实可以把它当成一个 database 的来源好、哦、data 的来源，那怎么样再把它转换到枢纽分析表，做出我们要的报表 ？OK， 好、哦，所以这部分的话，请各位先稍微试一下。那刚刚提供给各位是一些哈、哦、方法了哈、哦，我觉得有些方法一定要记得了，如果你不会这些方法哈、哦，真的。